明天就要跨年了，在101附近的店家就提前备货，像是咸酥鸡店还有车轮饼店这种随带随走很方便的，他们店家特别增加了一倍的货量。好，不过如果你不想去跟大家人挤人的话呢，我们要独家告诉你的是，在台北有三大秘技可以完整的看到101烟火。薯条下锅，滚烫热油发出诱人食欲的滋滋声，老板的手也没闲下，忙着整理备货。这间位于北市吴兴街的咸酥鸡店，在101大楼周边是一级战区，为了跨年人潮，早早开始提前备料。做咸酥鸡比较多啊，咸酥鸡鱿鱼这个是大部分都是这样，比较热门比较好卖而已。外酥内多汁的咸酥鸡最受到欢迎，一般通常准备5斤的量，但是为了跨年特地提高一倍到10斤的量。另外一家车轮饼店同样也忙着准备，多一倍而已，因为人潮会比较多啊，是有比较多啦，因为你人潮多，相对一定会比较好的啊。一颗颗塞到饱满圆滚滚的车轮饼在机台上排排站，平常会准备5斤的红豆，但备战跨年货量翻倍增加到10斤，而最受欢迎的奶油口味也从10斤增加到了30斤。会这么积极准备，就是因为一旁是私房的跨年景点。景星公园大概在101大楼走路10分钟的距离左右，而这边呢相当宽敞，有一个空地，从这里可以清楚看见整座的101大楼。夜幕降临，101大楼会更加明显，是近距离欣赏烟火的秘密景点。另外一个私房景点则位于北市内湖运动公园。跨年看烟火不想人挤人，可以来到这个公园，因为这个公园占地3.8公顷，可以说是相当宽敞。而我的左手边呢，就是101大楼，可以近距离看到烟火。两层楼高的位置就好像是空中花园，少了建筑物遮挡，可以远眺101大楼，同时又能看到一架又一架的飞机从松山机场起降。最后一个秘境位于灵光站，离和生态公园可以从观景平台看到101大楼。我觉得可以啊，而且其实在远一点的地方感觉看得比较完整。2021年就要过了，提前卡位欣赏烟火，不带遗憾迈向2022年。东森台新闻刘子腾林浩宇台北报道。看盘不中断，赶快来按赞。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，快点扫 QR Code 加入，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。最及时的盘中资讯，最权威的投资分析，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，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。